江山，用几番铜金掌，还不惜洪流，不惜洪流，血魂残月里，共同去开创。又酸又苦。哎呀，张恒，这地下不够用了，还上高去望去了。你这望啥呢？我啥没望，我在杏呢。我说张恒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和薛青霞的事儿，别说一万，一百我都不出。他愿意啊，夹包就过来。我说你打听打听，你看看咱们村子里，你说谁家结婚不四五万？你说一万块钱你都想得多。看你就是感冒烧的，你呀、啊、咋的都行，钱是没有。你说买个奶牛你还得一万多呢吗？光会叫唤也不会说话。行，你愿意拿不拿？等我呀刮钱下来，我和青霞一结婚，嗯，我一分钱我也不用你的。等到时候你就像绳上的鱼竿吊着吧。还刮钱？一场大雨那刮可地烂粪，我种大半辈子庄稼了，还不如你黄嘴鸭子。你拿人钱呢，赶紧给你退回去。要不到绝啊，就算你便宜了。哎呀，你什么庄稼人啊？雨季过了，那瓜秧啊都罢园了。我看你啊，就是拿着土篮子满地捡瓜蛋回去腌咸那伙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年瓜蛋都没有了。那捡瓜蛋咋的了？腌咸的你没吃啊？以后啊，我有钱，我自己买鱼买肉，我买风味咸菜，我可不吃你的酸鸡辣醋的咸菜。你这都是什么孩子？你给我下！你干啥去你？你爸煮饺子呢？嗯，煮饺子。这这么天还没煮好呢。三口子，这饺子煮没煮好呢？是不是烙锅了？哎呀，这干点啥这么模糊呢？王发，你吃没吃呢？我吃啥吃？菜里又忘放盐了。你说这样娘，你说还不会生，菜还不会放盐了。那你在这吃吧，坐着呢。坐着吧。就扔了。我拿点钱，你去上街上去那个去买点，拿一百五块钱去买点菜，买点鸡、排骨和鱼。我跟你说，二哥这个松花江水不干嘛，钱就不断啊！哥，我去要，啊，去。那你坐上吧，哥。哎呀，气死我！这是绿灯，你知道吗？
小常，你买100块钱买菜，给我50，买100就行，买50，给我50。三公子，别做了，等一会儿再吃。一会儿刘万芳拿钱九成去买菜去了。好好好，回来我做，啥也不用你管。哎，来了！哎，脚上了。来了，你坐那边。好好坐。吃饭了吗？嗯。大哥咋还没来呢？哎，我家里边不还有病人呢，看病人呢。哎，你们说这小米粒总不懒？太懒。都这前了还不起床？要不然早过来了。我马蹄子，这地方真漂亮。哎，你们说，世上是不是像大叔这样人太少见了？那是。送到手的起码也不往外整。哎呀，就我这半晌多地呀、啊，就我倒撅出1000，还是不是都够普通社员挣2元？你大叔现在把我这嘴啊，都6元6元的。哎呀，我现在你看，你大叔帮我还高利贷。又给我贷款种瓜，我现在就跟那小毛驴似的，你大叔一张月那我就往里，你大叔一张，驾，我这套我一蹬，呀，使劲使劲拉，哎呀，现在呀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知道我，哎呀，看咱们家乡多美呀，真美，以前真没发现哈，站到这个角度看，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不有句话说什么"站得高，望得远"？哎，真好，真漂亮。行了行了，走吧，别看了。啊，咱是不是得上瓜地看看去了？啊，对呀，该放风了吗？放风了。啊，走吧，走。放的风了。走喽。走吧。哎，咱唱首歌吧。唱啊！一起走。走，想对你表白，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。香老白金，妈也不喝呀，我把它放藏房里了。哎，你对那些东西有没有直觉？直觉？是呢，我觉得挺突然的。你说2年没见刘万清的影了？是的。这冷不丁拿2箱暖白金的。我学你说，他那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呢？什么药？他这个葫芦里装的肯定是药，但是什么药还说不清楚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刘万清这个人绝不是遵纪守法的聪明人，他的身上是不干净。像他这样富有的人和咱平民百姓就有一道不可填平的鸿沟，他贪梦骄傲，带着一种神秘的致命破坏力，他的成功就掩盖了他的畸形心态。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他不择手段，他的心理我太了解了。那他在咱们身上有什么好主意可打呀？刘万清的智商很高，小的时候他就有一定的天性，他和我有同感，他可能也看出来我们发展中的产业链，实际他也看出来了我们要走的什么路。遗憾的是，他的心术决定了他不可能和我们走在同一条路。
哎，谢谢啊，这脑白金提醒我了，明天我去市里订个包装箱，上边印上胡尔罗斯朝阳广，这回树立我们自己的品牌。对，太对了，就这么做吧。进来。哟，马姐又回来了。坐坐。我从哈尔滨回来，顺便在这看看。长海的？在那呢，我听一下。长海，长海啊！哎，万青回来了。哎，大哥回来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到。哎呀，你就不回来不回来啊？人家回来第二天咋的？人坐坐坐坐，哎坐。万青啊，去哈尔滨干啥去了？说哈尔滨有个工厂，但他没谈成。你们二位也没琢磨给咱们村干点什么？能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一肚子鲜花就是开不出来啊！这没钱，你说能干成啥呀？就是守着过日子，咋开拓创新呢？整不成钱一大水漂，村民向你家一圈，那个个都是个大马疯子，折不死你啊，也落个一身包啊。虽不像长海说的那么厉害，炒豆大伙吃，炸过自己的，但这里面也有些实情。那还用你们这个书记和村长干啥呀？哎呀，我们那把那个嘴巴子伸至六二里地区的，天天呐就盼望你们这些财神爷呀，可是盼来盼去呢，那最后人都是在做梦。哎，现在这市场经济啊，那都是那狗舔。哎，这粗话差点就冒出来了。只要有一位女同胞，你各付各的，各付各的，各付各的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走了。看看以后有时间我回来，投那个四五百万，咱们建一个农产品开发公司。行，别，你先别走，别走，你坐坐。你什么？你投四五百万？你是逗我们村里人笑吗？还是真的？你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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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谈谈这事儿。这是开玩笑的事儿吗？你们跟乡里商量商量。嘿，现在这乡里啊，到处招商引资，那都跑热蹄子。正好今天支书也在，这财神不请到家了。我跟支书呢，我们俩去给你要这优惠政策。大哥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这事好办。那别人啥待遇，我就啥待遇呗。万青，你要有真有这方面想法，我们马上落实。想种鲜花，鲜花罢园了呢。再种美国大力士天狗粮，秸秆翡翠呢，养大鹅，再成立一个呢，肉食品的加工厂，鹅粪呢还能还田，这样咱们形成一套循环经济产业链。哎呀，是一条路子呀，你跟那个王美学想一块儿去了。哎，那句话，哎呀，那句话怎么说的了？哎，你看我这脑袋，也就是个村长的料。哎，对了，英雄康文提那个略同啊，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还种香瓜，种定瓜吧，有他王大娘看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拔根汗毛都比那腰都粗。来来来，那你喝一口。大姐。不吃白不吃，不喝白不喝，这水那水管水呢。三公啊，你们还有菜没上来呢，你快点。
家里。三丫别动，快完了啊！三丫别动。哎呀，你是一点也不记得了。好时候了，净嫂子给你剪头。这收拾收拾，你说还真挺漂亮的。吃药呢，吃药。啥时候犯愁？就是。哎呀，爸妈都很担心。哎呀，四丫，还认识我吗？啊？哎呀，还挺干净的，干净也没用喽，你这病是好不了了。你这嘴呀，是彻底被封上了。这要是没病的时候吧，还真是挺性感的。二爷是真挺想你的。哎呀，真你那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呢啊！鬼前男是鬼后母啊！行，来来来，告诉你事儿吧。啥事儿啊？说吧。你啥呢？那个，把你家土房扒的，完了盖个砖房，没有钱，二哥你给你拿一万两万都行，啥时候啥时候给，行不行？你按的什么心，你自己最清楚了。我就是住露天地儿，我也用不着你的钱。你呀，就把你那狼心放肚子里了。哎呀，两万，两千就把你变成光棍苞米。身子光棍。二郎找你干啥？啊，没事儿嘛。他你还不知道，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来，可不能勒他。没事嘛，走进屋吧。这不是好玩儿。没事，走吧。不同意你和张恒结婚，他到底差啥呀？哎呀，你说也不知道他到底差啥，就是不同意。哎，我也想好了，我也不管他同意不同意。现在关键就是手里边钱太少了，才一万块钱，干啥也不够。你看我家那房子也不行了，我还想给我妈盖两间砖房。你说要是值得这花，这点事儿的。钱我也不能要啊！哎呀，当初啊，我也是仗着胆，一出一猛就中的光，谁知道能这样呢？我想好了，三爷，这钱呢，一到手，我就盖三间砖房，到时候啊，我就把张恒往家一娶，我看他张大相能有啥招。哎呀，我相信呢，你看着啊，我相信你能做到。肯定说到做到。那样的话，那不给大将晒干了吗？
那谁让他这么憋呀？你说多可气呀！不是，你说他当爹的也是啊，乐都乐不过来呢，他还给那块当绊脚石呢，真是。说的就是，哎呦，我都上火一天。你别跟他上火。哎，樊英，你看他俩在那儿呢。啊，真的。哎，小跑，金松，快跑，快点！哎呀，干啥呢？在那儿等咱俩。慢点。哎呀！快上来吧。慢点，慢点，我俩还找你俩呢。哎呀，慢点。哎，江恒，你说大叔咋就不同意你俩的婚事呢？你说到底差啥呢？哎呀，他啥也不差，他就是不拿钱。哎，愁人呢。哎呀，行了，走吧，回家吧，都饿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溜够了。哎，腿儿慢点啊。慢点啊。掉下去，咋的了？没咋地，就好像有点感冒似的，没一点不舒服，没事儿的。上医院看看得了。没事儿，我也说点吃的药，我妈都不同意，不要。吃的药就好了。吃药了吗？嗯，吃了。爸妈，奶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！这没来，我会跑什么呀？都没有看我了，家还有没有钱了？有钱没钱，哪会少你的了？好像慢去吧。好像闻着鼻味了，奶，你闹鱼了？那个猫鼻子，快吃去吧。你们吃完了？吃完了，我去吃饭去了。吃。练你正经小子，你到镜头里头。少年，地上站着。1、2、3。是，浪点的，浪点的，你那腰吃擀面杖了，你那腰啊，这样式的，1、2、3、4，浪点的，浪，我看他都浪起来了，浑身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咋过来的？咱练啥呢？来练啥啊？不好走，太累了。王大哥，对不起了。上次打我那两嘴巴子，我没放心。二哥，我打你两个嘴巴子，我永远都不承认是你错。你起毛啊？大哥啊，别骂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！你是多担待了。我听说呀、这个万花跟你俩吧闹得很吵，我经常在那看看。你说你万花吧，你不对劲儿。王大哥跟咱们啥关系？你说你像个瘦狮子似的，见熏就丢，啥钱都花。我告诉你啊，在以后你不行就这么点啊。王大哥，完了我呢，这车还有点事儿啊。完了你忙着啊，那好吧，实在对不起了，我先来给你赔礼服道个歉啊。那我们就走了啊。大哥，这就是刘备摔孩子。行了，早点排练吧。啊，来，继续排练。来，排练了。开唱。大梦，喂，行呀行呀，哎，又来钱了，喂，行，来你说看看，这钱看看这钱，这是啥呀？告诉我，哎，这是啥？
啊，嗯，这是啥？你拿下。哎、嗯，我说娘，嗯，必须听我的这把啊、哦。事成之后啊、哦，我再给你一百。嗯，听没听着？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啊、哦。嗯，要蹲监狱啊，整完了，要整回监狱看着，嗯、听没听着、嗯？完了吧，我保你九成永远不倒，听没听着？嗯，这个这是汽油，不是酒，你别寻思是送酒来了。嗯，哦，听没听着？嗯嗯，给王叔学他家放火，听没听着？嗯。嗯哎，千万不能让知道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完事我再给你呗啊。嗯，我就走了，我等等。你们这书记村长咋当的？用不用我到你村里当更夫啊？你俩站着啊，坐下来。你说村长，这两个轮那比那四个轮跑得都快。他们天天都下去检查去，你可说的，这就发生了。你这火发生在王汝学家，我看那是有人故意纵火。那你说我能看得住吗？那炮怎么来啊？来了，那来了能咋的呀？我看呐，这个案子没个破。哎，县长，你这个虽然是坏事，它也变成好事了。这火还小啊，没火烧人就不错了，还什么好事啊？县长，我这是向你汇报，那你要是不听，那我就不说了。怎么的？我堵嘴了？县长，我们招了一个大商户，他投资500万元，要在朝阳村成立农产品的开发公司。这大白天的，你们俩是不是说梦话呢？就你们俩还能引这么大鱼？我和刘书记啊，成天为这事儿脑瓜都疼，一听哪有招商的份儿，像耗子往里钻。你咋就不信呢？那我和支书我们俩费多大劲，那就别说了，那都给人跪下把人救爷爷了，你才肯回来呀？我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呀？我跟刘万清已经谈2次了，是真的。啊，是他呀。这事儿啊，我得回乡里和刘书记啊商量商量。当前呢，2项工作：一，防火得放在第一位；二，这个招商引资工作也得是重视，得落实了。这话才是正题啊。昌儿啊，这事儿啊，可不能瞎放炮。可别让刘万清啊虚晃一枪，咱不能啊见面就磕头啊。好好好，你放心吧，黄院长，我一定把嘴锁上。
听听哪一桌呀？你先别叠张猛不知深浅，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行。啊、哦，我也不能像你似的，家像个小小老太太似的。你这一脚连个蚂蚁都踩不死，我这性格啊是改不了了。怎么和王汝学的路子一样？这是王汝学的路子。你管他这个干啥呀？管他谁的路子呢？那开发商像蚂蚁翻蛋似的才好呢。那咱们这朝阳村不就沸腾了吗？我跟你想法就是不一样。我总觉得天上不会掉馅饼。王院长电话。哎，啊，黄院长啊，啊，是我是我啊，哎，对，刘万清啊，我跟他通电话了。明天早上你们俩早点到乡里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啊。啊，好好，六点嘛，哎，对，啊，好，六点啊，啊，行行行行，六点我准时到，哎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哎。再见，黄院长啊！哎，哎呀，明天六点还得上乡里去一趟。哎呀，今天呢，刘书记到县里开会，经过乡里多方努力，咱们请来了孝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刘万清先生，准备在咱们康乐乡新建农产品开发公司。这样是我们康乐乡求之不得的招商项目。下面呢，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二位经理的到来。下面请刘经理谈谈这次投资的个人设想和创业前景。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思丽小姐。我不善言谈，就请我们副总经理带我向各位领导说说我们的前景和我们的打算。刘总太客气了，我就不推辞了。刘总为了改变家乡面貌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回报社会，重新回到生育养育他的故乡朝阳村。事业能否成功，需要多方的帮助和齐心协力。我们准备投资500万元，带领村民种瓜，在阴历五月中旬罢园后，种美国大力士高粱，用美国大力士秸秆来粉碎饲养大鹅，再建造一个百万只大鹅肉食品深加工厂。鹅粪是乡花最喜欢的肥料，可以缓解土地板贫，在朝阳村形成一道产业链，实行循环经济，打造出品牌，树立起民营企业形象，拉动周边，让更多的人奔向小康，让社会主义新农村尽快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我今天就说到这里。这个创意啊，确实很好，我们康乐乡啊一定会大力支持，为你们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。这也是我们乡的态度，也是我个人的想法。相信呢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一定会创造美好的前景。刘经理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一件小事儿，我要请出一个人出任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也是我的光腚娃娃，朝阳村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王汝学先生。我还没跟他俩谈话。这个没问题，书记、村长都在这儿，这事儿你俩就得必须落实，有办法。二经理，咱们康乐乡啊，不是省城，准备点保酒素菜，就算为你们接风洗尘了，走吧。行，这边是。哥，啊，嫂子，行，不错，那不错，秋生过来，这正好堵在门里啊。
实在来了吗？你这一来就得找我。这说什么话呢？现在没时间领下哥，大哥不跟你过生了。大，一把大火要荣升？大哥不是，我就快到斩乱麻七十咔嚓了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个刘万清啊，他要回咱们村来开发来，完了呢想请你出来当副总经理，你看这事。这就是你所说的高升？这是你村上的意图啊，还是刘万清的意图啊？哈，这是那个黄乡长、刘万清和村上的共同意图。昨天晚上我真做了一个升官的美梦，结果今天早上你就找上门了。这是你们村委会的意见还是组织的命令啊？不是不是，大哥，这是那个黄乡长和村委会的意见。你说我哪有这个权利到处发号施令啊？是不是，大哥？我所能接受的是有原则性的，失去原则，你就是县长来，我也不能接受。这刘万清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资500万元，那这不就是原则吗？村长，如果你要是为这事儿来的，是我不能奉陪。走，我们下地。大哥，大哥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看这小爷子，大大金砖把他砸死了。哎，下下班了。这事儿不好办了，那个王永学啊，就是他。你说这王永学，这是一个党员呢，你说他这觉悟怎么这么低呢？你说这是代表村民致富，但你这他就是不干，我真纳闷了。你是不了解王永学，我俩是同届不同班，他读完高中就没参加高考。可以说家里是十分穷啊，只有一个寡妇妈，没有经济来源，应该是北大清华的鸟，我是人都为他惋惜。他不是一个争名夺利的人，有知识，有学问，智勇双全，可以说是种地能手，脊梁就像钢梁，他现在仍然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那这事是不是得向黄院长汇报一下？你问我，我这个支书是抓党务内的事儿。你是个村长，乡长开发是你分内事儿，你自己拿主意。你这不是在推脱责任吗？你，我这推脱什么责任呢？我这不跟着你跑吗？你跟我跑，我跟谁跑啊？行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我这跟你小小女人后面呢，那简直就是王八钻到坑啊！我走了。你可太嫩了，你这个碟子扎进水里叫你反不上来。你了解刘万清？算了，咋的？离婚你跟我过呀？你知道啥呀？嗯，我那馊不事啊，大凤都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？让他给我嘚了出去，你说他公安局有个哥哥，知道我这事儿，不就给我对付欺负你还吃窝头不得吗？啊，有他和没他是一样，你知不知道？
这叫道行。这这把火就你放的，你能唬过大黑梨三抠，能唬过250的九成，你能逃过我的眼睛？我跟你说，那有钱那是鬼头墨，要干大事啊就得不择手段，知不知道？那你放这火有啥用啊？你说你打不住黄皮惹一定骚，这不引火烧身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姓刘的不是那个面团子，谁得捏不就捏吧，知道了吧？这眼罩吧是谁给他戴也得戴，不戴也得戴。九成在家呢吗？你给他那100块钱没输没，不带回来的。大黑呢？没在家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个谢谢我这老黑妈呀，快走吧，进屋吧。双春碧荷，流淌着摇篮曲，一手捏出这道寒风的桥，向阳光下晨露吧，去采吧，穿针引线，行走千万里，缝出了虚云，照下半米理想，还嫌不够把蓝天搬来，为儿做衣裳。这是父亲的告别，比